好，那各位观众，我们第三位呢就是阿玛迪斯。阿玛迪斯可以捡起或扔下物体。The last of our three heroes was Amadeus. As a young man, he dreamed of becoming a powerful sorcerer in order to impress people, but he never really got the knack for the grand fireballs he dreamt of. Amadeus was only ever good for conjuring boxes. Thankfully, it had turned out to be a skill more useful than he'd ever expected. 所以他其实算是半吊子的嘛，这他没有学会所他想要的烈焰火球，而是学会了变出箱子的技能。感觉箱子这个东西就是解谜游戏很常出现的啊，比如说压机关啊，或者是当垫脚的东西啊，哇，他根本就是为了解谜游戏而生的、啊。Amadeus the wizard was enjoying a well-deserved holiday to see migrating giant turtles with his wife Margaret and their three children. Wow. The wizard's wife was a firebrand of a woman.And all their three children were very talented when it came to conjuring fireballs. In fact, it was a small blessing that one afternoon they had left poor Amadeus to have a nap in peace. But he slept too long. When he woke up, he was already late to see the great turtles. I'm late. Oh, I'm so late. 老婆跟小孩都比你厉害。他可以扔捡起物品吗？哎，没有办法，没关系，我们先向前走。好，拿到第一个。我觉得我好像漏了。哎，没有。他说 Tab 键，然后加右键。哦，好吧，这其实这魔力蛮强的。那怎么丢啊？哎、欸，来看我变魔术，变魔法、啊，这是魔法太强了，还可以拿来砸自己。那我们继续前进，哦，应该是要叠上去吧。还是他怎么丢啊？嗯，哦，可以丢。那他丢的方法是你要有一点冲力啊，比如说像冲，然后按左键，你就可以丢出去了。那我们放到这里来。那怎么让他？欸、他可以哇、哦，他一格就可以爬上去了，然后我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有吗？没有，这边没有宝石。哎、欸，有。小乌龟，这看起来就是解谜啊。那我们应该是。哎呦，它是一个跷跷板，所以我们应该要取一个，好，然后把它垫下来。OK， 砸一下，哦，好痛。哎、欸，没有，好，把它拿起来，然后放在这里。好，这样应该可以，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那这边呢？这边也是一样吧。我要把它丢过去。哎、欸，可以耶，可以丢上去了。好，那我应该是可以踩着这个上去了。哎、欸，成功，成功。F 键可以创造箱子，哎，哇，帅气。啊、就而且箱子会自动消失。好，往前丢。
应该是要把这个炸，这个炸毁吧？还是有什么用吗？对啊，他走不过去。完了，卡关，还是爬了上去吗？没有啊，上面没东西啊，怎么在这里就前面没有卡，这里反而卡了？这里到底能不能炸断？卡关了，没关系，卡关的我会剪掉，因为我怕我想太久。那各位稍等片刻啊。对啊，这里应该是可以砸碎的。连点两下左键，啊，各位看一下、等一下、就可以往下砸、砸碎了，终于卡了大概一分钟吧，没有，没那么快，讲应该卡了三分钟有了，好，终于来到了海盗，这是海盗船嘛 ？OK。走上去。Let's see if they went this way. 他说他找他的家人，还有乌龟，乌龟跟家人嘛，对。然后把这艘船搜索一下。掉下来了。两边都有路吗？没有，这边才有路。小心翼翼。OK。那现在呢？往船尾走吗？这怎么拿呢？可以砸碎。现在只能近战攻击就对了。哇，拿来砸自己很适合，你看，痛，超痛，醒脑，看着都痛了。这个可以砸，好，看来这里是没有。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丢远一点砸，可以，可以这样，然后滑下去。可是这样的距离还是很近，对吧？算了，这应该是不会有那个橘色碎片。好，这里也没有。那出这个船吧。有，这里有藏两个，差一点漏掉。E F 键，应该是可以制造箱子，然后跳上去。OK， 基本尝试。那已经拿到18个了。Maybe if I climb up on the cliffs, I could have a better view of the beach. I might find the turtles as well as Margaret and the children. 好，他要我们爬上去啊！这里看起来就是很危险啊，掉下去应该就是被冲走了。我们先放个箱子看看。你看被冲走，没有被卡在这里。好，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多放几个箱子。他这里刚好设计可能就是这样啊，不然他为什么要放石头嘞？哇 ！OK， 直接跳过去，这真的会被冲走啊！检查一下有没有橘色的碎片。好，那边有，那边有，那应该是要走过去那边拿吧。好，那这个是右键。哦，可以拿东西就对了吗 ？OK， 这法师，不要 ，OK， 提上来。好，放下。没有卡到，卡下去。OK， 就一座桥哎。那我去捡那个。啊！掉下去了。哼，被冲回来了。哦，我可以在这里放一个箱子，对不对？我可以直接跳上去拿吧。等一下，好 ，OK， 成功丢到那个地方，一丢就中，虽然滚很久，捡到了。好，那我们就上一样要堆箱子的方式。可以上去那个我们到不了的地方。不然从这边好了，那边会滚。不够吗？好吧，那试试看这一边好了。上来了 ，OK， 成功。This skull gate is securely locked, but I want to get in. 哦，他想要进去的话，有什么方法呢？想一下好了。这可以开耶，那就是要造箱子啊。右键。可以把它移动到这边。那接下来要怎么上去啊？哦，然后按右键去放吗？哎，好痛，砸到自己了。我们先放上去。太快了吧？哦，我懂了。我站这里，然后用滑鼠滚轮。可以把它送进去，好，插进去了，那就没问题啦。我们进入了地牢，那拿到31个，那边有3个碎片。怎么拿？看来要动脑了。这边也不能用跳的。先跳过来，丢太大力 ，OK， 先跳上去吧 ，OK， 这里还有一个，到对面去了，那这个应该是要2次左键，可以把这里砸碎。可以吗？这个地板啊，地电梯。哦，我懂了。这样我就可以下去了。对，可是我过不有过去了，那现在要回去的话，就是把这个拿走嘛，对不对？等一下，我要先上去。
欸，我不能从这里进去，没关系，再上去。欸，我可以隔空使用，欸，就是看不见可以控制，太帅了。好，那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所以我要把它抬起来，应该是这边装一个好了。哎，欸，哎，欸，差一点，差一点，刚刚放错了。好，丢过去。耶，拿到了。哎，欸，啊，怎么出去？我要怎么出去？他这里不能按 F。欸，哦，What a magnificent，所以原本就是要走这里就对了。And there are the turtles on their way to make more turtles, I suppose. The artifact of soul. How nice of you to join me. Thank you again for all the magic powers you've bestowed on me and all the marvelous adventures. If you're here about business.I'm sorry, but I'm unable to join you. You se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on holiday with my family since... Well, since you and I first met. Please? Oh, it's Tri. Can you wait a little? I still need to return this sheep to its family. Oh, your timing is extremely inconvenient. Well...好，所以三位都被这个灵魂圣器召唤了，有点像是讨债集团的感觉。解除锁定 ，I like turtles， 我喜欢乌龟。那我们刚才看到很多巨型乌龟在那里爬行。那接下来的任务，接下来可能就是正进入那个主线了，因为三位都已经新手任务都破完了，对啊。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如果你喜欢沙鲁的影片，那就按下订阅，不要错过我的每一个实况。对，那这个是神器的力量 ，Trime 第三代啦。对，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拜拜。